流行音乐颁奖典礼二号在小巨蛋盛大举行，集合30多位歌手登台演出。不过最受关注的当然是这对 CP 同场喽。那今天难得可以跟李荣浩一起合体，惊喜有没有觉得很幸福的感觉？可能你觉得很难得吧，我觉得很平常。我看好他会拿男歌手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连我自己平时入围的时候，我自己都猜不到。我来的时候他好像刚在表演，但没有看完。那大家加油！演出那么多，不需要我加油了。所以要怎么庆生？不知道，就先待着再说吧。你想说要给什么惊喜？我告诉你，还叫惊喜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对吧？我一告诉你都知道了。小甜蜜就留给两人啦。而同样开心入围金曲的还有他。如果全得，我就请大家吃饭。我如果不穿性感，你们会失望吗？对。身材当然是重点，不过看看这两位哥练的程度可不一样。废话，你怎么会问这么基础的问题？因为如果穿短袖的话，会我感觉有一点只是包不住火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，包得很紧，下次穿。这边还有一位神 V 男士，台上唱不够，后台继续唱。你想要听什么？要听的。对不起，我不会。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，说出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。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，说出我的花样。这是什么嘉年华概念吗？看亚伦被玩坏，大家是不是最开心呢？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